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带大家嚟睇西贡嘅日龙园。日龙园入伙几年咯喎，点解仲介绍呢？已经可能你已经睇过唔同嘅视频，今日带大家嚟睇个单位系非常之简约高雅噶，你睇完就知啦。大家看完这个单位，是不是觉得业主真的装修得很高雅而细致呢？几乎是可以执行你就入来住的了。有兴趣了解多些就打电话给我或者 WhatsApp 我啦，拜拜。